大家好哈，我是杨帝，今天帮江苏的一位粉丝选一只金毛哈，他要稍微白一些的，咱这到养护家附近了，走。看到没有哈，这到养护家了哈，这是他家精细金毛种公哈，看到没有，毛色特别特别白，看到没有，青毛，漂亮啊，这是他家种公。这留着新母德牧，拉拉德牧金毛，看到没有，这还美成年了，这个新母要这个4个多月，看到没有，这4个多月的哈，肯定非常大，这个几个月，这还4个多月，快成年了吧，这个骨量大哈，旁边还有萨摩，你咋养着到那套的，养那套的不错，红了没了，红了，看到没有，这后面的白头非常漂亮，红母老白有多少斤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白头漂亮哈，看到没有，只是毛色造的比较脏哈，你看还有大吉比特，哎呀，全是中大型犬，还是出去看一下小狗吧，以前哦宅养的主来，哎，一样，今年猪肉价格不行，去年那好差的赶上了呗，赶上了都行，要赶胖的可回了，看吧，这几只金毛啊非常不错，现在多少天了，2个，还有一只黑拉拉，你看这是白的哈，漂亮哈，喂的，哦，你给我分开喂了，那是，那是省了不少，怪好看哈，这一窝九只哈，这种颜色都比较偏白哈，看到没有，那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可以，看没有？哎呦哎呦，叫！哎呦哎呦，得有10斤左右了哈，得10多斤哈。12坛金，育苗齐全的哈，这种好养，漂亮。看到没有哈？就这只金毛哈，和粉丝联系过了哈，白金毛哈，看到没有？颜色比较白，这在太阳光底下。侧面都非常白，漂亮哈，马上去新家享福，还有没有喜欢的哈，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，赶紧给我放中的轮吧，哎呀，走了。